2020年才开的温度火锅，是一家结合了私人招待所与酒吧的火锅俱乐部，建议要提早预约，现场等未必有位子。一楼有八台个人锅座位和四人鸳鸯锅桌，而二楼则是四人以上共锅座位跟包厢的用餐区域，非常时尚摩登风格，全采用实木系的装潢设计。菜单看似复杂，但经过活泼热情的店员解说后浅显易懂。共锅有两人套餐、四人套餐可选，三种汤底自由搭配。麦麦发现每位店员都非常有个人风格，并且非常贴心细心，还会帮客人的外衣包上一套，避免衣服味道太浓。麻油鸡腐饭必点，打开盖子，浓郁麻油香气扑鼻，有两种 size， 双人份跟四人份，相当美味好吃。米粒蒸的微软 Q， 菇类鸡肉豆皮非常入味，麦麦一口接一口瞬间吃完。锅底选了鸳鸯锅，辣个牛豆乳与养生鸡汤，鸡汤是用鸡骨鸡架蔬菜熬煮，味道清爽还带有香气。辣个牛豆乳是用牛骨熬煮，再放黄豆芽与牛筋，有别一般的麻辣锅，这汤底跟韩式豆腐锅的口味非常类似。肉品我们选了伊比利黑梅花猪，是欧洲很珍贵的肉品，美国特选双酱 Prime 等级牛排，有细腻油花紧实的肉质，这里的肉品都是精心挑选。一楼的透明肉柜都有标签与产地来源，肉品都会等到所有餐点上桌后才开始现切，保持最棒的肉质与口感。牛肉刷烫个五六次，丰富的大理石油花，色泽诱人，入口即化，非常棒的享受。 Oh my god， 伊比利猪最佳口感便是刷烫八到九分的熟度，再沾上店家提供的橙醋酱，超开胃，不管有多少肉片我都吃得下。蔬菜盆青菜真的都很翠绿，品相很多，吃锅也要吃菜才不会有罪恶感。店家的招牌火锅配料温度丸、温度卷，还有手工猪肉咬丸、豆腐皮卷住猪肉浆及青江菜和海苔，非常细致，口感超棒。手工花枝虾浆脆口鲜甜，口感一级棒。加点的双人海鲜盛宴，有北海道大干贝，还有屏东海鲈鱼跟鲜冻鲍鱼。超幸运的麦麦是11月寿星，有 IG 关注赠送黑虎虾活动，非常棒的服务，就是要吃海鲜时店员会及时的帮我们剥出虾壳，客人完全不用怕手沾腥味。黑虎虾是虾中之虎，营养跟口味都是上等的，肉质细嫩很 Q 弹，红透透的，就是美味好吃。北海道大干贝饱满厚实，桌上有一分钟的沙漏计时器，转一次就可以吃到熟度最刚好的滋味，超级奢华的享受，滑润弹牙的口感让人难以忘怀。鲜冻鲍鱼入锅两分钟后，一口咬下立马有鲜甜可口的奢华的真味，鲜而不腻。添加的高汤也全都是温度火锅精心熬煮出的原汁高汤，完全不马虎。整体来说，灯光美，气氛佳，服务到位，食材新鲜，菜脆口，肉嫩海鲜好吃，汤头好喝。吃完来杯精酿啤酒，入口后的瞬间清凉感渗透全身。饭后可爱的店员英语麦麦聊得很开心，还特别招待冰淇淋，让人有宾至如归，非常舒服的享受。麦麦认为想聚餐庆生庆功宴应该都可以来温度，大家一起共享高级美味，还能欢乐地度过美好吃锅时光。